霍建华和老婆林心如已经好久没有同框了，外界屡屡传出他们离婚的消息。有港媒报道称，正如外界传言那般，林心如霍建华夫妻感情已经破裂，即将离婚。因为霍建华并非粉丝们看到的那样温柔，私底下是个非常暴虐的人，经常家暴林心如。林心如霍建华在外吃饭，霍建华喝醉了，对着林心如就是一巴掌，毫不顾及他人在场。从港媒曝光的照片来看，林心如低着头，看上去非常委屈。这次报道引起了外界热议，都没想到霍建华是如此表里不一的人，竟然对老婆动手。然而仔细推敲就能发现，这则报道是谣言。日前林心如参加金鸡奖典礼，还与容嬷嬷同框，她笑容满面，看上去心情非常好，而且林心如脸上白皙娇嫩，没有半点妆颜中被老公打得鼻青脸肿的样子。而且港媒曝光的照片是旧照片，当年林心如和霍建华家人聚餐，饭局上大家有说有笑，看上去非常和气，根本就没有出现霍建华打林心如这样的事情。夫妻俩鲜少在公众面前秀恩爱，只是因为他们低调，并非他们是不相爱。